新年叫子鸟，子鸟就是日台走一公里，伊哩黑个巴士，但是日台广告整日，伊哩咪会死到吧？日台青年是用青竹叶手腕，伊哩当啊还蛮十滴家老，但是日台卖成秋口，伊哩咪会死到吧？伊无变拍开冬瓜，但是伊又变单手立快递，伊见袂着火，但是伊落大姨妈来的时阵，你无见袂食，伊见落毛。但是伊伫有变落小妹时阵，对大哥个过错，一样一样，甲你打出来。我慌。哎呦我的妈！是咩叫子鸟？子鸟就是日台走一公里，伊哩下个爆死。但是日台广告整日，伊哩咩死到吧？日台青年是用青竹叶手腕，伊哩当啊还蛮十滴家老。但是日台卖成秋口，伊哩咩死到吧？伊无变拍开冬瓜。但是伊又变单手立快递，伊见袂着火。但是伊落大姨妈来的时阵，你无见袂食。伊见落毛，但是伊又变落小妹的时阵，对大哥个过错，一样一样，甲你打出来。我慌。哎呦我的妈！是咩叫子鸟？子鸟就是日台走一公里，伊哩下个爆死。但是日台广告整日，伊哩咩死到吧？日台青年是用青竹叶手腕。伊哩当啊还蛮十滴家老，但是日台卖成秋口，伊哩咩死到吧？伊无变拍开冬瓜，但是伊又变单手立快递，伊见袂着火，但是伊落大姨妈来的时阵，你无见袂食。伊见落毛，但是伊又变落小妹的时阵，对大哥个过错，一样一样，甲你打出来。我慌。哎呦我的妈！